是很奇怪的，我也是从去年开始吃的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。啊，朋友说这东西好，然后买中国参，我估计这可能就是看上吧，因为我们不放食品，美国 FDA 不允许我们放这些东西。放一些化学的东西，食品胶我都不可以放的，除了盐，什么也不能让你放。所以我们做葡萄很漂亮。啊，他那个是做出来的。